这些天带回来的小猪，总共带回来的有四窝啊，四窝，还有一窝那天我们几个人把它给赶回来，但是又跑出去了。赶回来的那一窝有11个，然后这里的四窝有2个母猪下的是8个，有一个是4个，有一个是6个。总共这再带回家的就是26个，再加上外面还有一个又跑出去了，还在外面没回来的11个，37个，总共5窝，5窝37个，这都是在外面下了小猪仔好长时间。这今天带回来的这一窝，这大一点的6个，都已经有2个月没回来了。那个猪，哼，这小猪炸堆儿，就这个母猪，这个母猪2个月没回，今天的6个它带回来了，就出去，这花色大一点的，这个带条纹的，估计就跑出去跟野猪杂交了的，这里面带条纹的，大一点的是它带回来的。下山了，下山了，下山吃饭了。